什么？没有啦，因为你刚刚正在跟另外一位顾客在说，你为什么会用60块、65块这样的价位来开店？对对对对，当初就是说，我本来是做吃荤食的时候啊，我吃一个便当，鸡腿便当60块、70块，就好大的鸡腿，啊，菜也很多。那为什么我开始去决定说要吃素的时候，我到素食店，我会看到一个磅秤，我随便夹几样菜，一称都100多。那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，那但是又没有办法申诉，好像每家素食店都是这样。那后来我自己开素食店的时候，我就要打破那个磅秤的那个形象，就是说我这边就是每样菜10元，就是也不用称，你喜欢吃什么看得到都是10元这样子。那为什么我会标个5样菜60块？其实这5样菜也是有意义的，我就是希望客人挑5种颜色的菜。当营养会均衡，所以我说5样菜，啊加饭占60块，啊但是不是硬性规定，有人食量不好，他也可以加3样菜，加个白饭占40块。那常常我最高兴就看到一家四口来吃，他们来点20道菜，4碗饭，那也240，一家四口240块吃到饱，而且可以吃一桌20道菜，所以我看到他们吃很高兴，我也是跟着很高兴，就希望说就打破那种素食这样。称斤称两的，让论斤论两的再算钱那种方式，这样就不舒服。嗯，太好了。嗯，我可以叫你吗？不行。好 ，OK。好。我还没有心理准备。而且我这样子做的话，就是说会鼓励一些本来吃荤的人，他会走过来吃素。对，他不会就是说被那个磅秤的那种传统观念给阻隔掉了。他也许他也有想要吃素的，但是他就想说，我吃素的会花比吃荤的钱还多，所以他就打退路心。那现在我的东西就是很平民化，我一碗面也过35块、40块，吃一顿饭40块到60块之间就可以吃到饱。像这种的状况很多，为了省荷包，他来吃素，一举两得啊。嗯，好的，好，谢谢你。我知道你有在那个大爱台，有跟你做一些访问。我有上去现代新宿派教大家煮麻油猪姜。跟川味臭豆腐，这就是我们店里的招牌。那因为我就是不徇私，就是希望从事素食业的人越来越多越好，所以我都不徇私，我把我知道的，就是都在电视上公布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有空可以去搜寻一下大爱的那个现代新素菜，啊，假如有看到麻油猪姜这一段跟川味臭豆腐，可以把它学起来。就开业的话。这两样东西学起来，比较说开素食店是很重要的，这样。我知道你的臭豆腐向来是非常的抢手。哎，对对对。常常来很早来都吃不到。嗯，因为是限量啊，我一天就200片，而且礼拜三、礼拜六才有卖。而且你的那个臭豆腐非常便宜，一片才10块，也是一片10块，所以外面的话可能。大概20块、25块左右，那我也是卖10块，我一样是本着就是鼓励人家吃素的精神。那来我这边，当初不晓得我跟你讲过说，只要自备餐具外带的话，还要折价5块。那就是我从开店到现在，一直维持了这个环保的理念。我不喜欢人家用便当盒。不喜欢人家用塑胶袋，所以你自己自备餐具来带走的话，我们还会折价5块这样子。是非常好，谢谢。我看到你这边有写一个千百味的这样一个对联，是谁帮你写的吗？他是一个师傅帮我写的。啊，写的非常好。谢谢你，谢谢。